科技的底蕴有慈悲，朱文祥处长认识大爱感恩科技，也参加浴佛，感受甚深。慈济还有这个佛陀的教诲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五浊乱世呢，取得一个清净的心，一个理智的脑，更重要是一个广大的爱心。慈济美国总会将核桃教育园区篮球场布置成法会道场，大众凝聚虔诚心声，共沐佛恩，感念亲恩，敬谢众生恩。When we got here, it was very peaceful. It leaves you with a good feeling to celebrate Mother's Day. And 行孝不能等，行善要把握。人人捐滴之爱，驰援苦难之处。大爱新闻之声美职工美国报道。